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探秘未知世界，我是洋洋。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指出人类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但统治人类的未必是人类自己，而这个命运转折点即将到来。可是为何会有这种看法呢？针对这个问题呀，有人指出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人类文明的转折点或就在人工智能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开始。而一旦拥有意识，人工智能的智慧又在人类之上，那么统治人类的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工智能。目前人类还不担心人工智能会威胁自己，比较多的担心是人工智能会抢走一部分人的饭碗。因为很多人始终保持一个想法，再厉害的机器人也是人类造的，只要把插头一拔，再厉害也不会威胁人类。可是这已经是过时的想法了。当一个人工智能机器拥有自己的意识，它的智慧远高于你，身体素质也远高于你，它完全有能力将你取而代之。至于插头之说更是一个笑话。在自然界中，高智商的生物一直会处于统治状态，未来人工智能拥有更强的意识和智慧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统治人类呢？这确实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目前呢，人工智能拥有意识或将在未来几十年实现，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宇宙的终极是什么？意识的真相在哪里？发现更多科学猜想，探索更多未知奥秘，请关注最有感觉，每期和你探秘未知世界。